哦，阿恁公司都这么大，看起来无几平嘛。阿想无所在通放花咧，阿恁公司的花应该真少啦吼。哎，阿恁，你啊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啦。我是这间公司的头家，我叫曾世邦，叫阿邦就好。对啦，阮公司是无大，啊，而且你即马看这个所在是阮办公的所在，阮的所有的产品哦，拢藏在后边仓库啊。哦，不怪咧，花看起来真少咧。啊，像恁公司真正算细间啦，啊，员工无济啦吼。哎，是啊，员工确实无济，不过每一个能力拢足好诶，甚至甲比我这个头家哦，搁较厉害。好、哦，口才袂歹哦，无，讲讲试试呗。啊，我看到迄桌仔顶吼，足侪物件，啊是恁公司要卖产品呀？哎，是啊。我公司所有的产品哦，拢是用阮用心挑选的，而且哦，各项拢试用过，才敢卖给人客。嗯，做生意吼，就是爱实在，你这态度袂歹。哦哎、欸，哦啊，这唔就是咧，有人给试食哦，我食看卖。哦，这是啥物物件？哦，巧克力。我吃吗？嗯，袂歹吃，因为巧克力。哦，赞，袂歹。好吃，好吃，拜托，谢谢，哎，这位大哥。嗯。嘿，是阮直播的时阵，嘿，阮的主持人要卖的新产品呢。哇、哦，恁两个坐伫遮清清菜菜，两三项就搞阮顺利。阮是要哪做直播啊？啊，歹势啦，我唔知安尼，无，阮家买起来啦。啊，没，不要紧，。再试食，真食，哦，真恁试食，俺若是有介意哦，再搁炸一罐。啊，有够啊啦，阮试食遮都有够啊。哦，听讲。您独家咧卖百福生活的产品了？是，哦，我这回间看起来，色水无好，这纹路看起来也唔对，喂，你家商标看起来哦，也无怪怪，你敢毋是摕假货来冒充？别，这你放心。我卖的拢是真，绝对无可能卖假。而且哦，我证书会当证明哦，这花甘是国外进口。哦，好啊，我来摕来看卖。哎，无问题。来，这就是证书啦。哦。而且哦，这花甘哦是知名设计师 Kevin 所设计。你稍等。哦。你看看嘛，伊设计这个每一支花甘拢有伊的特色，这就是价值的所在。哦。而且每一支花甘拢有伊家己的特殊编码。所以我当保证，这不是假的。伊确实有下功夫，去了解公司的产品。不过阿梅一定要跟这个阿邦合作。虽然这间公司看起来破破啊，啊，不过伊做生意态度袂歹，又果是伫个网络顶面咧卖，会当弥补这个小公司无够的所在。看起阿梅伊选择是正确。我是先给他阻止一下，那公婆的我将你们去聊聊啊嘞。啊，我知。啊，看我讲话，人起来才看物件，本来就爱看真少，这嘛是因的权利啊。我知啊，这是因的权利问题，你甲看因，这根本就是来消磨时间，无要买物件，干那要甲咱骗也 OK。紧的啊，想再办法应该上早。好啊啦，差不多就好啊啦，别想超过啊。我不介，来，用你啊！谢。哦，哎，别怕我，我你乖乖的，哇！哦，你地哦，我那地皮无够，你技术嘛到这尔，顶起来，成正。哎，行。无安尼，我甲电来泡一下。别，没麻烦，时间差不多，啊，连刚再来吃恁的新的产品，啊哥。新的地，好，明天有闲再过来啊！好，我上面，小弟呢？啊，继续放名啊！好，行，上去啊，对啦，像阮两个拄啊去你公司，你唔行吃吃，佫无爱买，你不感觉阮两个是 OK？ 我呢出去跟阮斗三工啊？啊，可能是我个性本来就较低薄啊，啊，看到有人叫我欺负，我就想要斗三工。佮再讲，你那不是甚物 OK 啊？对吧？我那呢，我唔是 OK 啊，当然嘛唔是。较早我伫阿只做生意的时阵哦 ，OK 愈济，恁这生意是小 case 尔。佮再讲哦，这个卖食物件本来就是要有人来试食，啊，食了会介意，食了会欢喜，安尼唔只会甲我买。啊，那是拢连试食拢唔爱用试食，还生意是要哪做会成啊？对无？即摆像你这种八等少年的，已经真少啊。我是恁刚听啊。